现在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安全员他手是脱离在那一个方向盘之外的，他并没有用手扶着那个方向盘。无人驾驶初体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小羊去开箱，我是体验官志文。今天是周六，那么我们来到了这个广州的黄埔科学城，今天要开箱的是百度的无人车。而现在我已经坐在了车里面，安全员说我只要按一下这里前面的一个屏幕，有一个开始行程，它就会可以开始体验。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它这个百度无人车它的体验感怎么样，一起来看一下。自动驾驶启动中，